不要抢。给我。分一用。你也用。给大家分一分。给大家分分。哦。两份。伯父。不好意思。我想要这个。你想要这个吗？哎，你也要当军人？来，穿上，我们看看。哎呀，看看怎么样？咦，好看。嗯，嗯，女将军的料哎，行。这是我的。干嘛？你别抢！不要抢！不要抢！哎哎，这是我们男孩穿的衣服。这是我也要的。这是我的，你们来抢吧。妈妈，儿子回来看你了。20年了，我好想你。妈妈，新中国成立了，你梦想的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爸爸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妈妈，我为有你们这样的父母感到骄傲。但是我也很苦恼，我怕做不好事情给你们丢脸。我一定要努力建功立业，让别人不再叫我毛泽东的儿子，而是叫我毛岸英。妈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去年我结婚了，她叫刘思琪。下次我一定带着岸青和思琪一起回来看你。岸英，岸英，
谢谢鲍叔叔。阿英啊，以后啊，你还不能叫我叔叔了呢。而且你这个身份呢，也需要保密的。给自己取个名字吧，就叫刘永福吧。好。Our intelligence agents tell us that the communist Chinese plan to become involved in Korea. I'd like to know your assessment. I don't think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ould like to participate in this war. If they would want to intervene, they would have done so already 1 or 2 months earlier. If so, it's possible that before we had time to make a decision, they would have already occupied the entire peninsula. That didn't happen, sir. And so now the situation has changed. The situation in Manchuria is that China had 300,000 troops on the ground, but only 50 to 60,000 of those troops can cross the Yalu River to fight. They have no air force. If the Chinese communist troops decide to cross the Yalu River, they will meet with a massacre never before seen in human history. What about the Soviet Union? What i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y might intervene? I believe the Soviet Union has no interest in intervening. If the Soviet Union is interested in deploying troops to the North Korean border, they will require 1 to 2 months to do so. By the time they arrive, they will find a complete Republic of Korea. If we were to eliminate the resistance in the North, what would be our next move? Well, I understand your meaning by that question. Our strategic focus remains in Europe. What I can tell you is this, that our forces will be out of Korea by Thanksgiving. The 8th Army will be back in Japan by Christmas time. I'll leave the 10th Corps behind. Mr. President, that'll suffice. <音>不用谢。哎，你猜猜，首长让我们来做什么？啊，不猜。你这个人，看什么呢？那么认真。你的问题可真多，干侦查的像你这么碎嘴的少见。 我呢是个直怪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过去我确实看不惯你，可你在朝鲜的表现很突出，我很欣赏也很佩服你，就想跟你交个朋友，所以才在这儿跟你念叨个不停。好，你要是不想理我，不愿意搭理我，可以。 绝交！你们二位来了，首长好。郑瑞，侦察排长，陆成峰，特等射手。好啊，请坐。啊，你去吧。是。 来，坐。现在有个绝密的任务，交给你们俩去执行。这个任务就是彭总准备亲自去朝鲜，了解一下战场的情况，并且会见金日成首相。你们俩呢，陪同彭总前往朝鲜。你们的任务是负责彭总的安全保卫、情报收集等工作。 这工作非常艰巨，也非常危险，你们有信心吗？有信心，誓死完成任务。程立同志，誓死可不行啊！你们要是死了，谁来完成这个任务啊？你必须活着回来，绝不能死。你们一定要保护彭总。
明白。共产党员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好，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是。美国军队和南朝鲜军队已经打到了平壤城下，平壤沦陷，也就是这两天的事了。再过几天，怕是就要打到鸭绿江边了。给彭老总他们发电报，19号晚上准备跨过鸭绿江。你们的意见呢？同意。同意主席意见。我马上发报。再给其他几个局的书记发电报，把消息通报给他们。记住，出兵朝鲜这件事现在只做不说，报纸上不做任何宣传。好的，主席。中央来电报了，今天晚上出兵，部队呢要趁着夜色掩护，秘密过江。入朝作战的第一仗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这一仗打好打顺，我们就可以很快站稳脚跟，扭转朝鲜北部的战局。对，下面由谢参谋长给大家宣布一下各部队的作战部署。是。40军和39军先后从安东渡江，一部分在郫县、南市洞地区设防，主力则向归城和泰川方向推进。40军的另一个师则由长甸河口渡江，向球场、德川和宁远方向穿插。42军从吉安渡江，沿东线向设仓里和五老里方向推进。38军紧随42军之后渡江，奔袭江界地区。在整个的渡江过程中，我们会保持无线电静默。很好。黄总，部队渡江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前方的道路和桥梁都可以正常通过。至于保密，我们考虑等部队入朝之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进行细化的要求。那邓华同志，你和洪学智同志呢，负责司令部的工作。是。韩副司令，到，你随40军行动。根据情报，你们很可能是最先遇到敌人的部队，你的任务很重啊。彭总放心，我们最先遇到的有可能是南朝鲜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认为是件好事。部队可以先预热，再和美军打。哼哼，好。谢参谋长，到。杜主任，到。部队机关吧。入朝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两个全权负责。是是，彭总，我们已经拟定了详细的入朝计划，我和杜平主任会去打头战，赵如黎负责机关转移事项。我们的部队是第一次出国作战，朝鲜山高林密，形势复杂，我们人地两疏，很有可能还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求部队要严格管束纪律，各个部队必须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谁出问题，军法从事。彭总，金首相派来特使，请求见你。快请。是，请进。彭总司令，你好啊。你好，来，韩司令，你好，你好，你好，你们好，你好。彭总，你们出兵的日子定格好了没有？定好了，就在今天晚上，4个军，3个火炮师，一起出动。来，给特使上水。是，快走。这就好。说实话，你们再不出兵，问题就严重了。别着急，来，喝口水。啊。
最近两天，战局变得对我们更加不利。昨天下午，敌人以三面包围的态势，向平壤发起了总攻。平壤的陷落，也就一两天的事了。麦克阿瑟还狂妄的叫嚣，要在感恩节前，也就是11月23号前，占领朝鲜全境，饮马鸭绿江。那你们现在有什么打算？我们的党和政府为了保存实力，正在从新义州向江界实施战略退却，并将临时首都移到了湘界。金首相，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金首相现在在哪儿？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我什么时候能见到金首相？越快越好。最好立即就动身。我明白了。情况紧急，我先走一步，我在江对岸等你。我随后就到。好。彭总。朝鲜的战局变化这么快，我认为这个时候你继续只身先行赴朝，从安全角度考虑有所不妥。大军开拔在即，我必须马上见到金首相才能了解实际情况。家呢就交给你们了，我先走一步，马上行动。行了，各位，就到这儿了，啊，留步了。首长好，首长好。哟，这不是入朝侦察的两个小伙子吗？到电台车这干什么？少废话，直说。报告首长。洪副司令员让我们跟随电台车入朝，保护您的安全。哼，保护我的安全吗？回你们的部队去吧，部队现在是最需要你们的时候。彭总，是这样。他们俩刚从朝鲜回来，对朝鲜的情况非常熟悉。一位是侦察排长，一个是特等射手。这一次，他们俩陪同你一块入朝。哎呀，洪副司令。我这人手都够了，我不需要人呢。彭总，这一路上人生地不熟的，你行了，叫他们两个去。真的遇到敌人了，顶用吗？美军、南朝鲜军那是成千上万，再加上飞机、坦克、大炮，他们两个干得过吗？就这样吧。那好吧，你们俩留下，随着大部队入朝。执行命令。是，刘秘书，你回头跟他们俩说一下，让他留在机关一起行动。同志们，那咱们就朝鲜见，朝鲜见。开车。抓紧时间。洪总穿的还是一直从西安来的时候的这身衣服。是啊，半个月之前还在西北搞经济，半个月之后就到朝鲜打仗。
这衣服，咱没有时间换的。这10天里，冯巩去了3趟北京，够他辛苦的。好了，咱们也别在这感慨了，通知部队做好准备，马上出发。 平时话多就算了，见着彭总，瞎打什么招呼？你见了彭老总，你不激动啊？麻利的上车，先跟着出发，多好，怪我吗？怪我？大部队今晚就入朝了，我的部队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我哪知道啊！彭老总脾气也太倔了。曾参谋，陆参谋，刘秘书，一会儿就入朝了，还在这磨叽什么呢？还不快去准备？现在你们回原部队已经来不及了，你俩跟我们兵团机关。 一起入朝，到那边再灵活安排。哎呀，太好了！哎呀，刘秘书啊，一看你就是个读书人，应该没上过战场吧？害怕吧？这辈子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可以，不错啊，够爷们儿。 回头呢，我教你一些战场上的经验，危险的时候管用啊！那就谢谢你。哎，自家人嘛。刘秘书，老家哪儿的？生在湖南，现在家在北京。北京？嗯，首都啊，那离毛主席近啊。那，是不远。哎呀，太羡慕你了。家里长辈都还好吧？父亲还好，母亲去世的早。 我们家安东的，等打完胜仗回国之后，上我们家吃饺子去。我娘包的饺子全天下第一，是吗？嗯，就这么定了。走走，就这么一句有用。你帮我看一下吧，没干啥。哎呀，李秀才，马副营。 你就帮我看一下，耽误不了你几分钟。一个誓师大会啊，你用不着那么紧张啊！差不多就行了。不是，是不是我写的太差了？要是太差了，我不予重写。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保和平，贵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紧。 抗美援朝鲜，打败美帝，野心狼。老毛，我有一种直觉，你写的这几句词儿，搞不好全国人民都会喜欢。真的，你小子，到时候啊，就名垂青史了。 Thank you.
主席，动了，志愿军开始跨过鸭绿江。预计明晚，我们的四个军和其他部队25万人，就可以全部进入朝鲜境内，到达各自的预定地点。好啊，这一拳总得打出去，该让美国吃点苦头了。这段时间大家都熬得够呛啊，趁着这暴风雨前的宁静，主席我请个假，我回去补个觉。啊，从明天开始啊，想睡个囫囵觉也难喽。快去吧，主席也是，早点休息。停一下，来打眼，往前走，快，对，快一点，快快快，那边，往那边走，那边走，好，来，过来，孩子，来，蹬一下，来，来，好嘞，慢点啊，抓牢了，走，走走走，往前走，好，注意安全啊，快，好，快快快走。多久到德川？现在战场形势发展很快，金首相没有在德川。不在德川，那在哪儿啊？敌人今天攻占了平壤，我们已从德川撤离。地图。那就说，我们志愿军如果现在过江的话，也不能顺利的到达平壤和元山一线。是的。金首相现在在哪儿？我猜他可能在西川的火车洞子里吧。能马上见到他吗？现在还联系不上。还是先去水丰发电站吧，那有长途电话可以联系。你们待着。好，那你们跟着。好，快走。According to the intelligence service of the 8th Army, we believe that the North Koreans are no longer capable of organizing defenses on the Chongchun River. The remaining troops can only retreat to the banks of the Yalu River from two directions, all the way to the north toward Chosun and Pyoktong, and all the way to the northwest toward Sinuojo and Sakchu. You let them move faster. I want our lads in the 8th Army to go home and have a nice Thanksgiving. General,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have raised concerns that you've positioned the 8th Army and 10th Corps on opposite sides of North Korea and set up separate headquarters for them in the east and west. The northern reg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is mountainous, which they believe gives the North Koreans a defensive advantage. From a military perspective, they think that dividing our forces is unwise. Unwise? The North Korean military can't even organize a whole division right now. Whitney, if we'd listen to those old geezers in Washington, this war's gonna go on till next year. No. You go ahead and reply to the 8th Army that I said, happy hunting. And what's more, let's give it a push and force the North Koreans across the Yalu River. Get the 187s airborne ready, and have them fly right into the enemy's backyard. Yes, sir.
怎么回事？轮子卡住了。来，退休，退休，退休。来，一二三，一二三，来，一二三，怎么回事？来吧，接着推，推车，来，上去拿工具。这翠莲的电台是又看不见了，会不会出事啊？跟着前面的车。王总，这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报市长，有个司机开灯，把敌机引来了，他们就打起来了。哦，你们是中国军队啊？啊，我儿是人民军。老八级，你会说中国话？一点点，一点点。哦。前面的危险，断断的不能行。很危险吗？哦，哒哒哒哒哒哒，飞机危险。哦，哎，好。老八级，谢谢你。哎，危险啊，不能行啊！前面情况怎么样？报告首长，前方我军卡车发生侧翻。人没事吧？人没事，只不过交通会更加拥堵，请两位首长立即通行。好，我们抓紧时间赶路吧，走。咱要找不到特朗普怎么办？已经向司令部报告方位了，咱们现在能做也只有这些。那彭总的车是往那方向去的吗？我总有点担心。没错，就是往那边去。哎，老杜，左边出发。老邓，你说彭总怎么回事？难道在赶路吗？赶路也不妨碍的发电报啊。是啊，崔伦不是跟着呢吗？这旅路上你也看到了，人民军的官兵们马上就要撤到鸭绿江了，可见美军推进的速度非常快。要是这样的话，彭总的安全就会成问题啊。他只带着两个警卫员一部电台，这真的遇上美军麻烦就大了。我们已经过江这几个师才刚刚行至到新义州以东这个朔州满浦一带，这速度怎么能行呢？这太慢了，快不起来呀。在路上南北拥挤的情况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呀。可是我们现在距离预计的防御区域还有120公里到170公里不等的距离，照这个速度下去，这肯定是无法按时赶到。是。赵书记，到。司令员，彭总有消息吗？哎呀，一点消息也没有啊。召集大家，开会。是。根据最新了解的情况，
目前的形势非常不容乐观。西线美24师和南朝鲜军1师已经前往云山方向运动，南朝鲜军的6、7、8师已经到达了顺川、新仓岭、城川。我们之前预定的作战区域呢，是球场、德川和宁远。敌人现在距离我们的预定作战区域不到70公里，而东线南朝鲜军的首都师也已经到了五老里和宏远。也就是说，我们在国内制定的作战计划彻底被打乱了。报告，作战处刚刚截获的情报，麦克阿瑟亲自升空指挥美187空降团从金浦机场起飞，在宿川和顺川两地空投了大量的伞兵、装甲车还有火炮等装备。另外，刚刚收到的电台车发来的消息，彭总入朝之后行进的方向是西川方向，而这里则是电台车最后发来的位置。啊，你确定是这里？非常确定。怎么搞的？电台车走错方向了，和西川背道而驰，这是迎着24师去的呀。彭总现在情况如何呢？报告说他们和彭总不在一起，已经和彭总失去联系了。失联了？是的。西川这一带现在还安全吗？我们有没有最新的情报？目前没有。谢方同志，到。我建议以彭总、我、洪涵和你共同的名义，给各军和炮兵司令部下达一份电文。是。异国他乡，大战在即，我们认为电台方面易出问题，且不易察觉，因此要求各部所属电台对总部呼叫要随叫随应，除此之外非紧急情况不得随意使用，以免暴露我军行踪和意图。再有，要进一步向各军明确要求行军纪律，黄昏出发，拂晓宿营，进入营地之后立即封锁消息，对于敌机的骚扰，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暴露自己的目标。还有，给先遣队啊，应该报告敌情，还有粮草等方面的，还要有对作战的意见，以便我们了解前线的情况。是，各先头部队立刻派出得力干部，和人民军和当地政府取得联系，尽最大的可能了解敌情。切记，不能暴露我们的意图。邓司令说的对，这个节骨眼上一定要强调纪律。对，那就照这个方法。是。赵科长，到。最初我们准备安排随彭总一起入朝的两个侦察参谋在什么地方？他们一直随着总部行动呢，随叫随到。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让他们去找电台，然后随时准备接应彭总。我派车送你们一段，电台车一直联系不上，可能没有信号或是出了意外，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保证完成任务。好，出发吧。是。